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。今天去公园散步，发现地上好多这种身上长满腿的虫子。看，这里一条，这里还有一条，这里又是一条。哦，不对，这是两条。你们在干嘛？大家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吗？哎，该死的，老毛病又犯了。看到这些奇怪的东东，我就忍不住想抓几条带回去玩玩。你们说我是不是没救了？现在我已经回到家了，来仔细看看这些长满腿的家伙吧。看，这两个家伙还是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丝毫没有分开的意思。这样疯狂撒狗粮有意思吗？你们有没有在意边上同伴的感受？有点扯远了。回到正题，这群长满腿的家伙叫做马鹿，别称千足虫，和蜈蚣一样是属于节肢动物门中的多足亚门。蜈蚣每个体节只有两条腿，左右各一条，属于纯足纲，而马鹿的每个体节有四条腿，左右各两条，属于背足纲。所以通常情况下，马鹿的腿比蜈蚣还多，有的马鹿每蜕一次皮就会增加一些体节，脚的数量也随着增加。世界上脚最多的马鹿有750只脚，所以蜈蚣只能称为百足虫，而马鹿可是名副其实的千足虫。大家知道蜈蚣有毒牙，会咬人，这是它的生存武器。那马鹿有什么独门秘诀吗？它的武器就是分泌臭液，几乎所有的马鹿遇到危险都会分泌出难以忍受的臭液，有些臭液还有毒性。我手上的这只马鹿其实现在已经很臭了，可惜你们闻不到。蜈蚣是有名的猎手，以后有机会的话给大家看看蜈蚣如何吃蟑螂，而马鹿却是吃素的，吃一些烂叶子烂木头，是大自然的分解者，人不可貌相。其实虫子也一样，虽然它们很臭，但很有用。我准备养着这些马鹿，既然已经在干这个事情了，那就看他们能不能成功繁殖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给他们补充补充营养，等以后产卵了，小马鹿诞生了，再拍视频给大家看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，那么给我点个赞应该不过分吧。